这是冬瓜汤妈妈煮的。妈妈，你放猪肉、猪皮哦。冬瓜还有枸这杞，盘差不多了。那是素食的。这是皇宫菜，没有人要吃的皇宫菜。都我吃而已。哎，啊，爸爸，这还有鱼哎。你刚好看，吃鱼真的非常的幸福。这就是2021年8月26日的晚餐。